只能用一句包含我真诚意，用心去唱的歌送给大家。其实我这首歌主题是只有一个，一二三哦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第一步就是向后退一步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。快乐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，朋友们，2016年江苏卫视元宵晚会到这里就马上结束了。你可以登录我们的 QQ 音乐、酷狗音乐、酷我音乐、网易云音乐、天天动听、多米音乐、考拉 FM， 点击下载喜爱的元宵晚会歌曲呢，哎，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好听的歌了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李湘祝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阖家欢乐、幸福安康。一心祝福大家。管住嘴，迈开腿，多多运动，拥有健康，不后悔。没错。那柳岩在这里祝天下的亲人爱人相亲相爱，永不分离，幸福永久。好，这里说爱情的话呢，那我要说事业吧，好不好？好。红云呢，祝愿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事业有成，工作顺心，生活美满，天天 happy。怎么样？我们人人过日子，随时都要保持开开心心。对，哎，这个过日子嘛，家和万事兴。对了，那最重要的，刚才飞大哥都说了，在新的一年里，我们一定要开心，好不好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励志元宵帮扶户元宵晚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，亲爱的朋友们。